一点种点田呐、啊，种点地，拉长长远点长大很不容易啊。父母他们在他们眼里，三个儿子都是一样的哈、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是吧？你说天下的父母他都不会偏心的哈、啊。还就是像我们现在都结了婚嘛，都有包括我们也有啊，有自己的小孩呀、啊。老爸老妈他们眼里也是一样的，三个媳妇啊，像这些孙子都是一样啊。不存在说什么对这个好不对那个好的啊，所以说在网上有些朋友他就说我爸妈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爸妈看到这些他就心里肯定还是不舒服的，加上我爸妈年纪本来就大哈，所以今天我拍这个视频呢，就是说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哈，就我敢保证哈，我的爸妈他们对三个儿子啊、三个媳妇啊，包括下面的这些孙子，他们都是不会偏心的啊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请那些网上那些朋友吧哈，大家就是说，你们在说别人的时候，就是说考虑一下哈，你们自己。还有就是啊，像我们三兄弟啊，那时候结婚，我们三兄弟结婚啊，包括这些啊喜事啊，这些什么，反正结婚嘛，大家知道那些事情很多，都是我爸妈他们操心办的啊，三兄弟都是一样。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父母作为天下父母来说，他对自己的儿女他不存在说偏心的啊，这些他都是一样的。
那父母一辈子他是为了啥呀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儿女幸福就好哈、啊。他们老人呢，就是说少操一点心，就好了。所以我们作为子女的，也是希望他们老人呢、啊，年纪大了，就是在啊能够，不说享什么福吧，就是能够少操一点心，能够身体健康啊，尽量就是说不要操这么多心，心情要好一点啊。就是人最重要的是心情。所以说这几天呢，看到有些网上这些人去说我爸妈，真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，所以我才拍这个视频的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，下个视频见。